起立。行李车坐。我真爱礼拜时的这节课，因为这节课吼，大家拢精神上好，啊，胃头较尾笑较尾，真好。大家先家己替家己鼓励，因为经过三天，来，这个也做长吼。咱的咱是在哩上课嘛吼，咱拜啦28号吼啊，自由修报吼，有订一篇文章啦吼，真大，伊写啥呢？咱的伊写吼，东京都知事，就是东京都的市长，久原呐、啊，佐藤石原啊，石原慎太郎，佐藤。阿哥震撼日本政坛，恁会记哩？咱第几啊？迄足侪档诶！恁会记哩？12月20日，咱去日本诶时阵啊，美国政府有甲咱通知两个日本诶政界，叫因啊爱来甲咱关心。即两个人其中一个叫做久原，久原诶后生。也是众议员，搁第二个就是小泉，小泉的后生也是众议员，小泉的后生伫咧个美日军事同盟内底担任要职，就是伊邀请咱去的。所以呢，今日我看到这个长啦，长看到这个报纸吼，我一点都不惊讶，因为事实上美国已经甲久原甲小泉呐、啊，拢讲过啊。我相信因两个人知影讲，日本天皇还阁有台湾即个土地所有权呐、啊，因绝对足震撼。因是感觉讲吼，啊，日本这戆腿的吼，甲今日为止吼，还阁搞不清楚的。所以咱这个论述，伫日本哦、啊、开始咧发酵。所以你甲看，我甲你保证，免偌久，久原。这个行动一定会跟我们联络，所以呢，各位你不能看轻我们自己。今天我们是民政府的高级行政人员，今天那张结业证书就是你的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的任用资格的学历。所以我希望说各位、一定要知影讲吼，你今日来受训，到底是来创啥？这两天足寒呢，正艰苦呢，还佫过年呢。好佳哉吼，我甲你解救，你免去跋筊嘞。因为为过年吼，真爱去跋筊吼，啊，甲你叫来遮，啊，无定时吼，本来要赢的吼，煞无多赢呢。但是你赢真济呢，对不对？赢真济啦。过来呢，咱这边去日本吼、哦，靖国神社，这是我跟你讲吼，这是65年啊上界大个代志啦。所以恁有一张相片吼、哦，这张相片就是这张放大的，甲放甲真大啦。啊，这呢，咱是怎讲为着大家人会当放遮尼啊大吼、哦，我是建议吼、哦，恁请安尼轻甲做嘞，啊甲吊起来真好看。歹势吼，无真济张啊，20张尔尔。一张1000块，因为你去拷贝，你去放大嘛，差不多要500-600块以上啦。吼、哦，啊，你家己去看吼、哦。啊，因为敢若20张尔，你有去日本的吼、哦，我是建议讲吼、哦，你买一张啊，转去厝咧吼，但是袂当拗掉呢，啊，甲卷起来吼、哦，啊，摕转去厝咧吼，啊，甲吊起来，非常的好。这是楼卡吼，迄、哦那个啊，做黄小姐遐吼，会、哦、当去甲买。敢若20个机会尔。啊，佫另外就是，会袂输我咧卖膏药共款，连伊卖相片，啊，佮连伊卖迄个 DVD 吼、哦，啊 ，DVD 吼、哦、是跟伫日本吼、哦，啊，佮做 3D， 迄沙凯做的嘛吼、哦，啊，大家嘛有看，爱、啊、去登记啦，迄 3D 是，我那是1000块啦，哦，佫继续卖就好啦。
这个帽子吼，你有看嘛吼？哎，您看的这个这边吼，同款的所在吼，你即马征除以后吼，你有一个职称，啊，你讲吼，啊，我的职称到底什么物件？我嘛唔知啊，你爱去问州长，哈，州长的权利啦，哈，你问州长，州长若讲你担任什么物件吼，啊，你来去甲收。哈、哦，你甲收一抓啊，无要紧；两抓嘛，无要紧；三抓嘛，无要紧。超过三抓就无好看。啊，规定我拢伫收安尼。哈、哦，啊，你先讲啊，在北州哈、哦，啊做参议员什么人哈、哦，啊是什么？迄是州的参议员呐、啊、哈、哦。啊，中央的就是台湾民政府参议院议员什么名啊？收在遮。啊，那是这递出来哈、哦，人看就知影讲你什么人啊？啊，这顶帽啊哈。我捌滴过啊，因为我真早就有啊嘛。我去坐高铁吼，有足侪人呢，看到这顶帽啊吼，来甲我问呢，哎、欸，你这是啥物牌啊？我这顶吼，迄当阵啊吼，因为我这一顶我是授粉5000块嘛，啊，这顶帽啊500嘛，啊，搁这拍子500嘛，啊，售卖啊，售一支是10块啦。我这顶偌济钱呢？6000块呢？哦，这尼啊贵啊！我是啊，啊，这是名牌呢。啊，你不一定买得到，哈、哦，所以哈、哦，真趣味哈、哦，啊，这恁会当去参考。啊，今日哈、哦，第三件的判件啦，本来有人判件500块，啊，个人有人判件迄粒，头仔领回去啦哈，啊，即卖吼，高阳智慧啦，年龄是65岁以下啦，因为这普通卡，迄、那个捷运的卡都看上个，望看卖啊，卡都看上个啊，哈？高雄志伟上来，你的啊、哦，来，行李，啊都无两个人压手咧，来开始来上课啦嘿，啊，要上课以前要顾代志。西装哦，我以前头有讲过，你那年拜托去立钱啊，伫后壁总利息5000块哦，歹势啊，交1000块的定金啦。我知道啦，你靠钱，啊，无你替大家来办，无要紧。交1000块的定金啦，吼，两领裤，一领衫，啊，查某的是一领衫，一条裤，搁一领裙。啊，你吼，你讲我安怎甲做遮短？诶，你家己爱甲讲啊，你要做较短是你的自由啊。啊，有诶要穿较短的啊，有诶要穿较长的，你家己讲，啊，你要做较短，吼，啊，这是。这不是强迫的啦吼，但是我希望讲咱的行政人员后摆制服就是这书啦，吼、哦，因为咱吼，咱有一摆吼，参加迄个美国 AIT 内底一个 CIA 一个，因为伊个查某囝过生日吼，啊咱安尼10几个人吼，啊去甲念香，啊迄当美国的这个叫做这个 FBI 吼，啊个 CIA 一寡头甲奥巴马总统的弟弟啦，我是头一摆宣布。我哪有来啊？看到咱这个组织哦，惊一跳啦！看、哦、这个组织拢戴帽啊，啊，拢穿一色穿同款的西装。伊讲哦，恁这个组织确确实实是一个有计划、有组织的组织。这是咱非常家己吼会当真自豪。咱这边去日本，所有的日本遐政界有参加，大家都甲咱学了，包括。美国的国务院27号用 Skype 甲我讲哦，你们做得很好。所以虽然啊，外口人甲你讲吼，啊，你敢有美国的一张迄个证明来？我讲没有。但是美国的总统雷根总统宣布六大保证的时阵，敢有证明？无啊。AIT 的主管去总统府去甲阿扁啊宣读美国的训练3项的时阵，敢有？书面，伊该宣布了，拒绝跌嘞，出来。现主席要去占领东，啊，若讲有迄个文字的时阵哦，迄个时阵就已经军事政府将政权交予台湾民政府啦。这个是很简单，所以你莫再用迄个国民党迄个思想，国民党讲一定要用什么文字啊，无啦。什么文字？你从见面变个文字，什么文字？所以呢，这大家一定要吼，搞得清楚啦嘿。另外呢，
后礼拜你来甲看的时阵哦，咱这个办公室哈，迄个桌啊椅啊都拢要完成起来。完成以后啊，后摆各州啊，这个所在就开始会当办公。所以咱啊，咱一定爱照美国占领者伊的意思，叫咱开始运转。伊吼、哦，一只车要送咱台湾民政府来开的时阵啊，这只开车的迄个司机啊，先爱安那爱会晓塞车嘛，干毋是？啊，你若袂晓塞车，交互你哦，台湾会乱去啦。啊，美国无希望咱台湾乱去啦。即阵是安怎到今日为止啊？咱豆豆啊做，豆豆啊死。照美国甲咱教讲，你都要安怎做，安怎做？因咱过去毋是国家嘛，咱毋捌做过国家嘛，所以我讲在座各位吼，即含我普通的班就无共款呢。普通的班毋是每一个人会当来做行政人员的，但是在座的各位拢是行政人员，即我当甲你保证。啊，你免甲你拍破啊！但是你毋通拍破尔呢，你的责任真重呢。哦，他拄啊，总理有甲咱讲吼，忠诚拄啊开始就是安尼啊，卖学迄国民党迄套，还是民进党迄套，咱拢无迄套，咱有本土台湾人家己本身的骨气，本土台湾人对这块土地志气，咱一定吼爱恢复，像以前，我唔敢讲日本时代啦，但是甲日本要离开台湾的迄站啊。台湾人的有秩序、有主张，啊，有家己会晓，每一个拢会晓家己约束家己爱做的工课。啊，我嘛会当甲各位保证，咱的总理有甲我讲，伊一定有真好的政策，予咱所有的人真好的厝住，有收入，每年啊，啊，就固定看要做偌久，做十个月，休两个月，敢若老师安尼。以前吼，我足欣羡做老师的呢。一年冬天拢在休困，你敢知影？你无甲注意算哦。暑假、寒假，啊，搁礼拜六、礼拜天，啊，搁看看，要求啊，做老师吼，一年做无一半呢。啊，薪水搁足悬呢。台湾后摆定安尼，啊，这你家己拍破啊。来，我即摆开始要讲这个台湾民政的国安参谋部，这是含大家各位拢有牵涉的物件。来，摕个讲义出来哈。啊，有无讲伊的，请你举手。啊，来拜托，迄、那个，拜托一下。拜托，遐内底，遐两个才摕出来，两支才摕出来。哎，这个歹势哦，搁举一遍手，因为这真重要。那里啦，那里，那个州长，来那里，搁举一遍手，为这个本来较紧。哦，恁毋是拢有吗？咱拢无，咱遮济无，恁拢无来吼。哈、啊？来，较紧嘞！无啦，唔通安尼吼，安尼有诶嘛要搁加一支分啊，安尼无够啦。来，较紧嘞吼。后壁迄个叫做志宏，后面最后面。来，无摕到的吼，拜托你莫摕两分来。啊，若摕两分，佫收1000块来。好，放下就好。来，等下吼，我即摆恁发的中间吼，我先甲。即个啊，做咱的毕业证书啊，已经准备好啊吼。咱无爱浪费收的时间，咱拜托咱的总理。咱总理有坐伫遮无？哈？哎，这总理吼，来颁证迄个啊，做毕业证书好无？咱来请新竹州的州长啊，黄州长代表大家接受这个毕业证书。咱大家人的毕业证书啦，包括我的啦，我的嘛伫内底呢，来，伫遐，
分下了吼，啊，互遐州长，大家家己去分好不好？州长吼，无啦，不一定州长，哎，装起啦，安尼一个仪式就好啦，好嘛？哎，这翕相一个哈，翕相一个。来，大家鼓掌。好来，刚才有三位吼，有三位迄、那个，因为即摆来上课，因为伊迄个初期还袂补分吼，无补分以前暂时无发嘿。来，甲大家报告来，咱这個国安的参谋部大家拍开，因为这份吼是后摆台湾民政府吼国安局国安参谋联席会议吼来这边实施的。因为台湾民政府啊，会记得差不多愈来愈接近的时阵啊，台湾会出现几下的台湾民政府。哦，我再讲一摆，愈来愈接近美国的态度愈明的时阵啊，台湾会出现真济台湾民政府，跟伊拉克同款。伊拉克其实美国老早甲你安排好啊，但是因为照战争法。你去用占领的人会当成立民政府，啊，这个成立民政府，唔是干那咱适用，所有被占领的人拢适用。但是咱有占一个便宜，什么便宜？你敢知？咱去告美国啦，咱就是窗口啦。因为美国的判决就是对咱嘛，因此正港的正保的民，这个、台湾民政府就是咱啦，安尼该欢迎。所以你会当放心，就是出现十个民政府、二十个台湾民政府，免烦恼。为我们这个，才是正正刚刚如这个啦，如假包换的台湾民政府，对咱这个组织啦。咱的会馆含民政府嘛无会馆的，迄中华民国民政府国境伊嘛无会馆，伊厝啊个，咱嘛是算，咱嘛算租啦。哦、不过是咱较好就是吼、哦，咱有一个真好的大金主啊、哦，迄、那个尤先生哦，来去帮忙啊。啊，那无那么害呢，是真好哈、哦。来，即摆来看这份迄个讲义哈、哦，台湾民政府的国安的参谋部啊，上界重要哈、哦。我今日要含大家讲的哈、哦，咱的参谋部就是咱的国安方面哈、哦，要做的六点尔尔，不多。第一点就是讲台湾的安全和台湾的利益做大先。不管安怎，台湾这块土地是咱台湾人的土地，但是台湾人无主权、无所有权，但是咱住伫遮。咱住伫这块土地，所以这块土地咱要甲维护，咱要顾着咱家己本土台湾人的利益，所以。台湾的国际社会啊，牵涉到台湾的安全和台湾的利益。台湾的最后的这个定位，就是在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平条约》。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甲咱确定台湾的地位是还阁属日本天皇所有，但是美国军事占领。美国军事占领。交予中华民国流亡的这个殖民政权啊，来代替美国来占领、来管理。我讲到这个所在吼，我相信这是重点啦。咱台湾民政府要向头前行，要安怎行，完全就是看这点啦。咱要行的真简单，咱就要为台湾的安全来做。中国国民党为着有为台湾的安全无？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伊要一直要和中国去统一，虽然伊无法律的关系，但是一直咧想，伊是笑想啦，笑想讲要和中国统一。
但是即摆中国学者嘛已经知影讲，台湾即个土地永久、永永久久啊，未是中国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所以伊即摆会对台湾人真好，甲咱怪，吼、哦，互咱真济好处。看咱会同意讲哦，还合无？无可能啦，因为咱互美国占领真好呢。其实咱是讲起来足无志气的呢。洪江，你也讲话真好，破讲吼，含咱同事在咧讲啊，讲啊，大家爱笑噶，吼，足欢喜洪江你啊，啊，那领导的厝洪江你，你就是袂欢喜。但是领导的厝洪江你啊，等于租人的时阵哦，储蓄伊啦，每一个月各付你十万块的生活费，啊，你若粪扫要摕倒，伊也摕你倒，袂歹呢，有一个美佣啊，美国来做咱的迄个。养老，美老啦，没有什么不好嘞，对不对？我看咱台湾人头脑拢真好，拢真介意这方式。所以呢，啊，这个台湾的利益，你来看，中国国民党为着台为台湾的利益无？没有。中华民国民进党为台湾的利益无？没有。伊为什么利益？中华民国。所以咱台湾民政府反对，一定要用台湾的安全甲台湾的利益做优先。咱无要合中，所以我有讲吼，合中华民国，你免甲伊为敌，所以你放心放一百个心，永远咱袂发生流血的事件，咱就免啊。中华民国免啊解决，美国解决，啊你交予伊，你用船甲载来，1945年。诶，迄个教会，伊用船甲载咧，用美国军舰咧，歹势吼，你国甲载倒转去。你即马甲你讲啊，你讲金门马祖是因个，啊，你已经一克话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甲中华民国已经和解了，请你回家，因为你转去袂甲伊抬啊，所以我相信吼，伊嘛兴高采烈的回去，当然迄是无可能的。所以你也看哈，中国国民党啊，免偌久啦，今年内底未包起来，伊来甲咱谈判啦。啊，袂容易哦，有同志嘛足巧的呢，就开始甲这主管警告啊呢，你们态度要强硬哦，不可以软弱哦，我们被欺负了好多年了。但是我嘛要讲，伫要来接到政权的以前，爱较低调嘞。卖臭婆婆，唔对，即句话真好，不要臭屁啦！吼、哦，未正伊就讲，哦，我咧甲你军事侵判哦，哦，我咧甲你杀啊，无啦，卖安尼啦，哦，我要甲美国讨钱哦，卖啦，即摆先拢卖讲啦，接到政权再来讲，安尼好唔好？我讲真细声吼，不过电视拢看会到，麻烦。所以台湾的国安呐、啊，第二点就牵涉到啥？美国国家利益和台湾的利益。美国人几啊摆，甲咱暗示讲啊，暗示也好，明示也好，讲有够侪摆。你台湾要行你台湾的路啊，你爱以我美国的利益做准。讲实白嘛，没有错啦。最近的报纸吼真趣味呢，恁有注意看无？最近的报纸拢讲啥？拢讲南海会出代志哦。啊，南海嘛要出代志，啊，美国一直讲要重返亚洲。奇怪咧，为头到尾找美国的土地，伫亚洲也无土地啊！啊，若勉强要讲为合并领土，就是因为战争占领这些土地啊，是个为合并领土啦。啊，就好为合并领土，所以伊若要重返亚洲的啊，会倒来食。包括菲律宾的苏比克湾啊，迄个亚洲基地吼、啊，本来是讲要倒来，即摆听伊讲哦，又搁无啊，我看吼、哦。我跟你讲一个消息，我有跟你讲新竹的乐山有啊，我讲有美军对不对？有足多人不爱相信啊，我今日佫正式跟你讲，24个全副武装的美军伫内底，别人拢袂当入去。我含人数都肯跟你讲哦，这毋是假啊，你爱相信啊啦。乐山伫新竹尔，最近才好尔，因为最近才起好尔。迄是迄个卫星的雷达，拢总有三个。伤济我袂当讲，但系我互拍卡针，我无骗你。所以，什么叫做美国国家利益？来，咱看卖啊。美国
以这个和平啊，追求美国价值观。美国的价值观就是啊，主权甲主地。主权是啥物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荷兰殖民的土地，迄叫做主权。台湾不是殖民地哦，我再讲一摆哦，本来是殖民地，但是1945年4月7日，日本的宪法在台湾实施以后啊，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但是因为战争的责任，伊爱负担，美国对日本爱有一个处分，这个处分就是爱希望台湾啊主权，因为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这个占领啊，不得移转，这个叫做主权嘛。每当移转主权，因头脑嘛真好哈，因按照国际法讲，哎，安尼好，互你主权。啊，主权以后，这块土地含你的母国啊，变作 Commonwealth， 啊、哦，邦联。所以后边我有写邦联，所以希望会讲到这。哎，我迄本新台湾论，那无个人去研究，有啊，基本拢讲有啦，我知影啦。但是我甲你讲哦，总有一天我会甲你要求你早来华检查哦。啊，你面看迄本哦，拢白啊。你都要画乌擦白，我要甲你检查，我甲你讲哦，啊，无你咱，哎，你做一个行政官员，你种高级的行政官员呢，真有可能拢是中央呢，啊，你拢唔知影，死搞去用吐槽，我无骗你，迄本爱读啦，我唔敢讲迄本是圣经啦吼，但是呢，我希望你爱将迄本哦，当作佛经也好，当作圣经也好，你爱读啦，好无？拜托好冇？拜托好冇？好，拜托。我要检查，我先跟你讲哦，你无的吼，你别那个无讲，哎、欸，我都胖见你啊，胖见时间，哎、欸，讲白菜爱变形啊。所以咱台湾吼，哪当主题以后啊，咱就会当创造国际舞台。咱过去拢讲台湾敢那孤儿嘞，不能参加世界国际舞台。咱那主题，咱就会当参加国际舞台。主题以后用什么名？台湾对，我足惊你讲日本呢，用台湾没有错。迄当阵国际都会甲咱承认啦，吼、哦，因为咱知影有一个音乐家叫做王明哲吼、哦，王明哲最近吼、哦、高扬波，伊讲吼要投入我们的行列啦，啊，要来教这个，哎，对对，拍手不？唔对，伊那看会到吼，哎，啊，王明哲吼，伊嘛讲吼，啊，台湾民众，我来替恁做歌咧。哇，真好！后摆国歌会出来，你看麦，真好，真好，吼、哦。所以呢，这个随这个国际舞台啊，因为美国得到这个民主发展、制度开放，啊来攫取利益，哎、啊，这攫取美国是要什么利益？伊有一寡什么法必须利益啦、关键利益啦、重大利益啊。所以呢，美国因为要这三项利益啊，所以伴之而来的是啥？恐怖主义。我甲美国讲。你国务院公布的恐怖主义的三要件，中华民国完全吻合呢，因为中华民国不是国家，中华民国有武器，中华民国征兵，标准的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恐怖主义，所以中华民国是恐怖组织。我甲问甲因国务院拢掂伊，啊无国务院要无遐好剃头啦，我无骗，你若无用法律哦，你真正去互牵结。啊，因为过去的教育拢甲咱骗啊，所以咱即马在座的所有高级的行政人员哦，这点也非常清楚啊。所以我想要讲，唔是讲迄本册安怎啦，你爱去读，因为内底迄个咩咩夹讲吼，因为台湾的地位啊非常困难，我无骗你。遐国际法吼，拢用感情的方式来解释台湾的地位啊，60%尔啦，国鬼伊突不破啦。所以，但是用战争法、用万国公法来讲这个台湾的地位啊，哈，清清楚楚，一清二楚。美国嘛真佩服咱，所以是安那讲，我要来乱播，要来开战争法、战争学院的这个课，就是讲要培养咱台湾人。后摆咱无军队，但是咱有战争学院所培养的战争法的专家。后摆别人去战争，叫咱去做军师，袂歹呢。咱会变作法律的大国啦，这是我的希望，也是我的莫讲妄想啦。但是我相信一定做会到，因为在这方面啊，战争法这方面啊，我跟你讲，我真正是专家啦，含美国都爱问咱啦。
打破我无一半呢。讲笑讲笑。来第三点吼，美国的国家安全甲台湾安全。美国即马上个重要就是讲吼，好你台湾互你自治，啊自治以后吼，啊我美国的安全免啦。你美国你的你台湾吼，台湾去花的人吼，会变经无？要行行行行行到尾讲台湾要独立，我甲讲吼，你放心啦，若这无若我伫咧啦吼，绝对袂去行唔对的。哦、所以呢，美国唔只甲我讲哦，我不可以入阁，我要去划这个国安，划台湾的论述这条路。啊，当然哦，你讲叫我去划，我希望讲哦，会当伫咱的内地来训练人，啊，这爱传承，请总理也好，议长也好，阮大家你甲问看嘛，你就知影，即大家人哦是拢被逼的呢，啊是无法度为着台湾哦要出来划。啊，所以呢，我相信咱内地。属于第二代的迄个接班人哦，已经开始渐渐会形成。啊，我伊赶快要免要甲台湾免疫，就是讲哦，咱爱规心徛伫台湾的利益顶端，但是是徛伫台湾的利益的以前，你爱考虑美国人的利益。美国的人利益是啥？真简单嘛，咱基地爱租予伊，但是租伊毋是免钱的呢，贵啊，就甲租了呀。哎、欸，啊，你甲讲哦，哎、欸，啊，你迄个夏威夷家己的酒啊，啊，你夏威夷酒你嘛是付租金吗？啊，我台湾租你嘛，啊，中华民国用咱的基地拢无甲咱付钱的呢，咱都爱甲美国讲，当然这个谈判吼爱谈判技巧，咱都爱知影讲伊要爱啥物物件，啊，你要爱啥物物件，我就甲你准备啥物物件，敢那袂输美国讲，我是爱食牛排。啊！你摕猪排给伊，无效啊！所以伊爱食牛排，咱就甲准备牛排给伊。啊，牛排为谁来？为美国来进口，啊，硬好食。啊，因为我甲你煎过，所以爱较贵。我迄牛肉若甲你买十块，我好煎好了，请你食就一千块嘞。啊，对不对？较巧嘞。所以吼、哦，其实对付美国，莫讲对付啦吼，无这全部有看了。和美国人伫往来吼，你也考虑人伊的利益。哦，伊讲啊，你也甲买牛吧？好啊，买啊，互你食啊，买来，我煎互你食。啊，煎爱功夫嘛，对不对？啊，咱煎好食的时阵啊，爱甲收费嘛。啊，真好，你讲你买台湾，好，真好。我互我民政府啊，我遐基地，你买几个基地？你甲问啊。你买几个基地，我拢租你。啊，另外三个无要租吗？哎、欸，苏联敢有要租呢？伊就乖乖来租啦。啊，中国嘛讲要租呢，伊来租啦。在运用，所以谈判有谈判的技巧。哦，伊要租，伊就甲你讲安尼啊。我租三个就好，七个我不爱租，哦，你不爱租啊，无要紧。哎、欸，昨敢那苏联的记者有甲我讲呢，他有兴趣呢。啊，日本的记者讲他也有兴趣呢。啊，来国际标。这台湾人做生意足牛的，我无骗你，我嘛真足牛呢，我嘛做生意啊，对不对？啊，咱做生意，啊，台湾人就趁钱，啊，趁钱拢免做工课，啊，就钱好摕，唔通安尼啦，嘛是同款爱做工课，安尼好唔好啊？诶，在座各位，我对各位的期待拢非常的高。啊，头先总理有讲啊，无管你的学历，因为拄啊开始嘛，即马就恢复1945年开始从占领的时阵。因遐中国官来是小学毕业、小学无毕业做校长呢，你们有捌听过吗？做局长呢，啊，台湾人拍拼到尾大学毕业，和迄个初中的中国人管，欸，因拢用迄套啥？有迄个任命，各位，恁即马有这份结业证书就是公务人员任用权呐、啊，就是分呐、啊。哦，你讲哦，啊，我有任命资格了哇，所以你去叫局长。你做科长应该，对不对？咱也会晓学因啦，因来迄套，咱即马嘛迄套对伊。啊，那安尼吼，台湾开始就安和乐利，伊古早讲安和乐利，慢慢讲出足大声，安和乐利，照因讲的来做。所以你来看哈，美国的国家安全哦，美国总统的外交政策。美国总统有外交权哦，所以美国今日
伫台湾呐、啊，甲咱糟蹋甲即款的型哦，啊，无要教化的是教育啥外交政策。台湾关系法是美国的外交政策，中美三个公报外交政策，一个中国外交政策。这外交政策无法度甲改变吗？台湾关系法，伊是国内法，但是顶管要过一个真大的条约是啥物？旧金山和平条约、旧金山和平条约，伫美国的宪法内底规定，等同美国宪法。啊，美国宪法，你奥巴马宣誓的时阵，你有伫对伫迄个圣经伫宣誓，讲你效忠美国的宪法，你就效忠美国宪法。我的要求真简单啊！啊，伊若无要效忠美国宪法，咱就甲告啊！咱的武器啊，咱无武器嘛，咱的武器啥？我有笔有纸，我就甲你告啊！伊各界拢足惊，我无骗你。伊即马我估计啦吼，我即马互足侪人讨厌啦。干那咱在喜欢我啦，对不对？您喜欢我吗？有人够无怕包啊？你看嘛。用这套对美国啊，嘟嘟啊好。啊，那用这套去对中国啊，我走路啦。恁大拢知影，我着走路转来，偷渡金门啊，你袂记？所以美国的安全是建立伫啥？美国的空军、海军、陆军、甲海军陆战队，啊，搁一个海岸的警卫队。我甲恁讲吼，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啊，一直吼伫发展。美国的海军陆战队以前若要坐船啊，伊家己有船啦吼，但是呢，伊无飞机，啊，即摆无飞机啊，伊即摆用啥 F-35，所以伊即 F-35足厉害啦，伊即摆 F-35有以后吼，特别讲哦，伊看其他的军种啊，看伊袂起。海军陆战队啊，变作是美国一个特殊的军种呢，所以海军陆战队，你看正来伫这个台湾呢。台湾的海岸啊，这个长滨啊，啊，这嘉山啊，拢是海军陆战队。啊，这海军陆战队，伫美国来讲，伊的军种啊是愈来愈强，已经超过美国的空军、美国的海军。海军陆战队有空军，嘛，伊内底嘛飞机啊 ，F-35 啊 ，F-35不得了呢。啊，本来是 F-22 186架，啊，最近敢有落几架落去？但 F-35 吼，迄是速度有够紧。不是，中国到今日为止啊，对袂着啊！美国已经新的佫出来啊！你看伊差偌济就好。啊，且现准时，大家拢知影，美国的这军队啊，伊有几架飞机？13000架。苏联啊，3000架，中国2600架。我看一半也袂用的啦。啊，所以咱昨有上课的时阵有讲到迄个中国的上校有啊。迄、那个戴旭伊讲的啊，伊家己讲的啊，飞机的引擎中国没有办法制造，所有的代志，航空母舰含说话都无法度做，啊，这种也算军队吗？敢那吓台湾人尔，啊，台湾人送你干哩吓，中华民国遐中国人啊，甲对你吓，媒体甲你吓，你敢看咱即下现准时在报告？很主席，咱讲的这些长这些物件，甲迄个戴旭家己凭着良心讲的遐话，唔是咱讲的哦，是因家己解放军的上校哦讲的话。我讲的你不一定相信，解放军的上校讲的话，你要相信啊。陈炳德去美国访问的时阵，伊家己讲啊，阮中国的解放军甲美国相差20吨，我看不止20吨啦。一边的人家己讲的啊，50吨呢，良心话了。啊，干手机就知影，伊嘛家己讲，迄阵呢，1950年的时阵，美军就开始利用迄个手机啊啦。咱个最近啊，这两年啊，手机开始流行啦。你看科技化差偌济，所以中国吼是也免惊，所以日本人吼，即摆来我要甲教育，你莫惊中国，啊若惊中国，靠阮就好。阮台湾就好，阮即个台湾比你较强，对不对？咱靠啥？法律嘛，绝对比美国较强，哎，比日本较强。所以后摆日本人爱听咱的啦。所以台湾中立等于是日本的中立，一定要甲做好到。
咱来看现准时的国际形势，吼、哦，这第四点。本世纪以来啊，国际中央啊已经发生这大代志。苏联的解体，我问你，苏联解体你事先会知无？你绝对唔知道，对不对？苏联解体安怎解体？一夜之间啊变鬼，对不对？苏联解体，德国的统一，迄、那个围墙啊，一夜之间啊围墙倒去。我跟你讲，台湾民政府总有一天，大家拢唔知影情形之下，雄雄劈一个台湾民政府执权执政，一定会。所以问题是，咱现主席啊，咱现主席啊，爱充实家己啦。你若无充实家己，怎么等下你敢问讲？哎呦，秘书长啊，当时要执政啊。美国讲，我给你政权，你有法度换无？你无法度换。所以有的人嘛讲，啊，美国的美元当时要入来，你还佫鸡卵，你是变啊食米？鸡卵都爱变作鸡，唔只当来食米。啊，鸡唔只有嘴好呾食米，啊，你就唔是啊。咱要佮你补啊，要你孵化啊。这只鸡虽然真大只，孵化嘛真紧啊呢。咱为过到即马。2006年过到即马五冬尔尔呢，过去的党外变作迄个政党啊，安尼拼四五十冬啊，无摕到政啊，摕到政权是中华民国政权啊，伊嘛是未成啊，方向不对啦。我常咧讲啊，我甲迄阵甲议长咧讲啊，走错房间呐、啊，啊惊唔到房间就出来嘛，来挖咱有啊，开始咧挖咱咯，来挖咱讲讲讲，嘿。好位拢恁占了了啊！我排队哈，有次序哈，所以各位已经伫头前啊啦，叫因为后壁开始排对不对？所以大家人吼、哦、心爱聊天，咱一定会执政。冷战结束，中国崛起，但是中国的崛起吼、哦，迄是戆人啦、啊，伊崛起去做工啦、啊，美国咧借钱啦、啊。我想到这，我就足爱笑哩。靠人遐憨吼，啊！但伊嘛无法度呢，伊无做工，无饭好食，啊！但是伊做工以后赚的钱，美国甲吞落来，放咧伊的腹肚啊！讲甲你讲，在我的肚子很安全，无要行李。南海争端，各位，这南海争端这个问题，这个战争，也许哈、哦、小规模的战争，我伫只预测，南海这个所在，有全世界。蕴藏量第一名的石油，这个石油，南海这石油，会出自什么人？你知道？高雄州呢？高雄州是这个出自呢？哎，高雄州我知影，我捌你啊。高雄州的出自啦，啊，高雄州吼，歹势吼，顶管还佫有民政府呢，啊，民政府顶管要哈 USMG， 美国的军事政府呢，所以呢，袂要紧啦。我昨上课甲人讲，爱甲人分啦，吼，莫独享啦，吼、哦、啊！你日本来帮忙开发，互你十趴；啊，你美国军事占领，你点点，互你十趴，安、啊、就好啊，对不对？当然，伊无定，你讲要十趴，伊讲我无够啦，因为全世界运量第一名，你若无十趴，明仔载变九趴。安尼甲伊讲啦，谈判就是安尼啦，对不对？因为所有权在咱家嘛，所以无偌久以后，咱台湾民众一定发表声明，南海政策。南海政策宣布以后，美国拢会去看，日本也会去看啦。恁在咧唱什么歌？迄阮家的厝呢？阮家的土地呢？阮1939年的时候已经宣布了。我1939年迄个文章，恁有看过无？敢有影？看过你举手我看。安尼哦，好啊，好啦，安尼无几个，你看可怜啊！啊，即摆我遮拢行政官拢唔知影呢，咱家己的土地拢搞不清楚呢。爱看啦，我感觉我真正文章爱，我即摆吼南海吼，我即摆伫迄个台湾民政府的官网内底吼，我甲为着互恁看好清楚啦，我即摆吼南海的文章集合在一起，尖阁群岛就钓鱼台啊集合在一起，北方四岛集合在一起，啊，这独岛。啊，这三个公报，一个中国政策，啊、哦，台湾关系吧，我甲分门别类，啊，互你去看。安尼恁都后摆讲，我都找无啊，
哦，你免讲找无，我已经即摆迄个新闻网伫遮吼，你有看吼？迄个伫迄个豆饼店员吼，我都拢有写较真清楚，文章伫内底啦，爱去读啦。国讲一摆，你著用用吼，报纸免看啦，因为你看知影，迄拢假啦，看遮啦，报纸莫看，看遮啦。遮吼，我毋想你看一摆你著知影，爱看两摆，看三摆，做一工吼，我一定要甲你检查讲，迄个《新台湾论》你有看无？啊，你若无看，你著害我先来讲啊，来。这个因为发生这样的代志呢，所以国际的局势开始改变，大幅度的改变。啊，这改变哦，国际安全的环境，当然包括迄个环境的保护、人道的主义、毒品交易、经济力量、石油争夺、通讯科技、国家安全啊政策啊，取决于国家力量与战略。各位，咱很注意，咱台湾这样也是。咱要安怎伫国际上甲人拼？咱无呢，咱无物件呢。因为咱即摆外面做兵呢，啊，啥物人来替咱做兵？美国啊，也甲你徛为兵呢。伊甲占领啊，所以哦，美国占领啊，拜托你毋通走，继续甲占领，继续占领，继续徛为兵。啊，我台湾人占领，你有规定啊？国际法内底有规定啊，战争法有规定啊，你袂当叫占领区的人替你这样做兵啊。你若要叫我去你做兵哦，兵的入迄个美国的宪法爱伫台湾实施啊，予台湾人有参战权甲参政权啊。我不爱，我甘愿不爱。你甲继续保护就好嘛，我嘛免买军火，吼，啥物新型飞机咱拢有啦，所以咱的实力啊、哦、比中国较强啦。我无你惊你中国啦，对不对？对，所以吼、哦，安尼就好啊。所以呢，美国继续占领，做你占领，真好，算咱好运啦。啊，美国即马讲吼，美国我讲吼，话讲话，啊，美国吼会阿屁价无？我无爱甲你占领，安尼使无？袂使嘞，袂使嘞。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替阮投降啊。我现在要叫人权啊，干那要甲你要求吼、哦，主这个做管理权行我就好，哈、哦。反正日本天皇地所有权也袂无呀啦，日本天皇嘛态度真好啊。习近平去啊讲哦，啊我这么有钱，我甲你买台湾。阮日本天皇都捌你卖物件呢，真好，回答得太漂亮了，咱免去甲买啦，何必了了之？啊，日本当时是买琉球岛等于你知不知？伊琉球开3亿2000万呢。那当时3亿2000万很多钱的呢，那当时战争以后啊，日本去赔偿那个北韩、南韩跟北韩的时候，才2亿多，1亿多而已，他只是为了要买这个叫做钓鱼台，这个琉球群岛要买到回去，他开3亿。但是、哦、日本人也真趣味啦、哦、日本那个时候为了要让日本拿到回去，他跟岸信，那个叫做，不是，岸信介吼，捌甲这个美国尼克森那种签条约啦。要求就是这岸信介签了，讲将那个密约吼，摕登个引导坑啦。啊，所以日本政府出了大纰漏啊！日本政府反对啊，要脱，普天间要离开啊！啊，闹啊真大有啊！所以去当初美国，那个人要去个。你甲迄当阵迄个叫做哈多亚嘛，舟山呐、啊，你讲的时阵呐、啊，有经过台湾呐、啊，迄份物件我看有着。我日本人都签有，迄当阵有甲我签吗？啊，伊问伊啊，讲啊这份有效无？看看啊，哈多亚嘛，实质的，绝对有效嘛，哪会无效？伊当阵是惊日本人嘛，但是吼、哦，未干嘛想呢？因为日本即无将琉球摕倒转去。1970年的时阵，所以唔是讲琉球公投要还给日本 ，no， 占领啊，无你堪要公投的啦，占领者讲啥就啥啦。啊，咱好运呢？啊，咱好运。你啊看最近这个、国际中间发生这尼啊多代志，美国啊不得不继续占领台湾。啊，这占领台湾，真个占领有诶听足解忧的啦。咁占领真真歹听的吼，吼。保护嘛，保护咱都较细汉啊呢，咱用较大汉呢，
伊毋是占领呢，对毋对？咱请外劳啦，美国做咱台湾的外劳啦，永远都外劳。美国你也甲徛徛卫兵呢，啊毋是干那徛卫兵尔呢？伊都爱家己炸饭、炸便当。哦，伊会讲伊中午节会干嘛吼？夭寿，我输足多个，输咱台湾啦。哎、啊，但是呢，伊为着啥？伊为着伊个美国个安全。即、美国甲中国真趣味呢。我有甲问迄个做国安局啊，我甲问讲，你中国，你对中国个态度到底啥物物件？伊讲哦 ，Roger， 我唔爱中国消灭。哦，你若不爱互中国消灭，啊，所以咱即摆伫混遐中国人讲，哦，啊，共产党都爱失败了。美国不爱伊失败呢。当年文化大革命1966年开始的时阵啊，苏联讲哦，我要甲突袭中国，要将伊个核子武器甲摕掉。美国讲 no， 你若消灭中国，等于对我造成很大的威胁，因为苏联去占有中国以后啊，中国的人有足济呢，迄要杀嘛杀袂了呢，啊所以。更何况这中国人在做替美国人在做工呢？啊，做工了，搁钱搁给伊，笑得足爱笑啊吼！搁替做工，啊你呐，所以伊未当给苏联占领哦，占领这个也做中国啊。啊，但是你也看吼，罗列苏联要解体去，伊解体是啥物原因？美国嘛是足厉害啦，伊吼用太空竞争。好、哦、开钱一日开钱开钱开开开倒去，美国讲我不爱伊啊！啊，中国迄、那个苏联倒去啊，解体啊！啊，日本嘛是安尼，日本你看，日本当时大东亚战争啊，是因为美国不爱让日本进口石油啦，啥物物件拢甲禁止，不爱让伊入去。日本的政府啊，尤其迄鹰派东条英机啊，就挡袂牢啊，伊嘛等你发展啊。主张讲爱甲美国开战，其实美国伫等伊，伊真颓个。迄当阵呐，阵日本人卖去突袭，即个珍珠港吼，啊有咱迄个时阵有咱伫个吼，咱就替伊来讲话。你唔免嘛，你唔免甲突袭嘛，你甲伊变成朋友嘛。甲美国讲，安尼啦，中国咱来分啊，讲一边呢，中向分了，我无爱骗。中国人吼。可以做奴隶啦，不可以做主人啦、啊、但是这个共产党、哦、算他好运啦，他知道这中国人的心态他抓得到，但是呢他要抓美国人、哦、那心态没那么简单啦，所以中国人我知道他也开始研究林志深啦，他研究说、欸、这个人在对美国也是、欸、这个人在对受教育的，我在台湾受教育，我在对日本读迄个硕士甲博士啊，是读心酸的呢。我唔捌想讲我要来行这道呢。真正我过去吼，嘛是拢敢国语同款拢笑的，拢嘛想讲国民党丢，噶唔是？啊，我是中国人，迄以前人喂。所以呢，即摆就拄着这种情形，我拢采取啊，我爱甲原谅啦。伊遐人都唔知影，所以你若拄着一挂人吼，甲你吐槽，啊，甲你骂啥，卖差不多。妈也未死啊！你免烦恼，卖插伊。另外一个，嘛免讲一半，美国免一半啦，一部分人来支持就可以了。美国即摆讲四千名，会讲到这二月初三、初四、初五这期吼，要负责介绍的人，你举手看麦。好，多谢。啊，无要介绍，你举手看麦。我讲无要介绍，拢唔敢举手哩嘛。我甲你讲哦，三期内底犯罪一定要介绍一个，无我足艰苦的呢。我伫遐哩困哦，甲恁同虽然同款啦，伫遐困较足艰苦的呢。拜托较紧的，甲帮忙好唔好啊？好唔好？拍手啦，帮忙啦！你莫吼，逐礼拜都看我伫遐哩困，艰苦啦，拜托的，给我一寡时间来当做其他的工课。所以我讲哦。这个国家台湾的这个，我即用国家来形容啦哈。这个国家不一定是代表主权独立啦哈。从占领中间，这国家的安全的是取决国家力量加这个战略。咱有真好的战略，因为咱头脑拢真好。咱的力量是对法律、
美国人坦白甲你讲吼，伊嘛捌讲吼，哎、欸，我提供武器互你，我要创啥？我无要革命啊！我干嘛革命？我的武器搁较济，我嘛未比中华民国搁较济。啊，中华民国有很主席有部队啊，咱敢有咱无嘛？所以我讲不要，我才不要武器呢。我要用啥？我要用法律。哦、法律若判定讲这间厝是你的，你不管你军队啦、这啦，你都要还我啦。所以一个中华民国，咱无民政府无要甲伊作对，咱嘛要甲伊作对，咱要叫美国军事政府去处理。有美佣好通啊，好通啊来利用啊，咱不爱去遐利用，咱干嘛家己去出来要创啊？咱的体格嘛比美国人较矮啊。美国人比较大汉啊，啊，因较有力啊，啊，武器嘛较好啊。我感觉中国美国较欺负啦，伊就去甲你处理；啊，中国甲拍啦，伊就去甲拍。真好呢，我搞不清楚到底啥物人占领上呢？是咱台湾占领美国，是美国占领咱？搞不清楚呢。哦，这就是咱台湾爱用的策略，这是国安内底吼，我伫思考的，吼、哦，我伫思考的。过来就是第五点吼，美国遵循国际的战争原则。这就是怎样，我们会赢的原因在这里。美国人跟中国人一样，他不遵循战争原则，这样死了，真的我们死了。好佳哉是，让美国战赢，不让中国战赢，啊，让中国战赢，我感觉今天我们的日子会拖拖拖。说到这拖拖拖，我看到各位，欸，你要练习穿西装啦，嘿，因为行政人员要穿西装啦，好不好？这差不多啦。啊，若未习惯哦，爱习惯啦，一定的啦，一定西装啦。啊，即摆真紧就热天就搁到啊。啊，热天的时阵足热，要怎穿西装？我若穿，你就穿安好无？当然你未穿，我知啦。高雄有够热啦吼，啊，高雄嘛无要紧，咱热天有热天的制服嘛，咱穿热天的制服。但是普通是即摆秋天的以前吼，春天的以前啊，拜托吼，啊穿，先无你西装穿嘛，靠一个班，敢毋是？欸，我知影，我28岁哦，做补习班的头家。我以前在补习班里面，你知道老师是很难管的，你知道吗？老师有个人的思想，哦，对不对？议长对嘛，他做研究所的所长，老师真的很难管的。啊，我做过老师，啊，我28岁做头家，补习班很大间的，学文学府呢，很大间的，啊，老师很多啊，啊，我28岁要怎么管那些老生家，穿西装。所以我吼，我从28岁到即马，面拢同款，因为我逐天咧穿西装啊。所以我讲，我想要有20-30岁的西装，我白色做吼，我骨只一百尔，我拢穿西装啊，我袂晓换其他。所以以前吼，我伫创这民进会以前，我甲你讲坦白话啦，我没有其他的衣服啦，啊西装啦，啊是这两年啊吼，啊，马英九没有换衣服，马英九没有换衣服，啊我有换啦，我每天要换。我是讲哦，这是习惯啦，所以穿西装哦，我是讲，大家穿西装，你即马未习惯，但你也好习惯，因为穿西装哦，看起来较庄重。日本人来咱台湾，你看嘛，大家拢穿西装。啊，所以我希望讲哦，咱台湾有一套西装，你免坐嘛，我个要求你做一套，迄套哦，寒天、热天、啥物天，你拢挺好穿嘛。啊，因为黑色的西装哦，稀疏，啥物疏都来当用嘛，干那内裤带扁就好嘛，稀疏红色的。啊，那双书黑色的，啊，那日本天皇白色的，很简单嘛。甲迄个内裤带吼，甲变就好嘛。安尼无足省钱诶。你讲吼，啊，你啥物拢免买啦，干那去时阵爱去做啦。我甲你讲，来看这个美国遵循国际战争原则哈，国际中间吼万国公法，万国公法吼，中国比日本较早提倡。日本什么人先去提倡？你知道？你知道不？什么人？哈？啊，对，萨卡莫多六嘛，坂本龙马啊，这人足科学，29岁就过身去啊，哈、哦，29岁就过身了。哎、啊，伊这人做治的时阵哈，我感觉日本明治的这个维新哈，也是会不然做较好，啊，方向袂行唔对的，很可惜了。这人啊，头脑也真好。迄电影你有看？迄电视剧吼，我估计吼，因会过演啊，来个演啊，你去看嘛。迄人吼，实在讲，伊平常的形式吼，没有按照规矩来，但是这人头脑非常清楚，伊会当
眼光会当看到伊以后，伊知影讲日本爱安怎行。迄当你看幕府的时代吼，伊有法度甲日本要求讲吼，迄个幕府啊，迄个大政奉还，就是爱将这个日本的这个管理权、主权哦，献乎日本天皇。伫迄时阵何等容易啊！敢若咱今日共款，我嘛要有一篇文章要写吼，这个大政要奉还给台湾人，啊，献乎咱台湾人，咱要甲主张。啊，这个主张咱有法律啊，我毋是讲凊彩讲的啊，啊，我毋是讲黑白讲的啊，所以有这个主张啊，比这个日本也好，日本甲今日咱还未提出告诉是有原因的。因为落尾研究到落尾啊，我发现啊，哎呀，日本天皇你要甲告啊，有问题的。所以日本天皇你袂当甲告里边啦，去甲挥挥手啊，啊，伊若出来挥手啊，就对啊，安尼伊就爱。这个挥手代表啥？我同意台湾自治。虽然伊嘴无讲出来，哈，因为伊这边真狠嘛，哈，哎，伊就讲我同意台湾自治哈。啊，我现在影片啊，我用翕好啊，我甲美国讲，哎呀，日本天皇知影，日本天皇同意。65年来头一摆，台湾民政的旗啊，甲日本的旗啊，同款，日本是日本的皇宫，这你真正爱拍波啊，爱拍较大力的。做梦台湾人都未想到这点啦，你做梦都不会想到啦，想到这点啦。迄支旗啊，会当入去皇宫，表示日本天皇同意。其实日本天皇哦，迄个和平的宪法啊，将日本天皇约束的，约束免那个挑掉。我文章开始有你写啊，你去读，各国我也去写，免那。将这个物件给抽开，因为日本的和平宪法将日本天皇跟日本的政府啊剥死去啊，所以日本天皇是要维持一个国体啊，但是政府呢维持一个政体啦、啊，政治的这个政府的这个体制，所以有的人讲哦，日本天皇都袂当管政那个国事啊，没有错啊，伊袂当管国事。但是伊的土地也当摇头甲点头啊，当然可以啊。伊虽然袂当讲 yes or no， 但你甲提掉也不可以。你若要甲提掉台湾即块位置，要甲提掉啊，爱做一个分离条款。啊，你袂当讲伊面分离条款袂当甲分离，安尼会上啥？上好的一条咯，老大人联合国甲你颁牌吼，1950年还袂签旧金山和平条约时，有一个讨论一个六点，就是台湾互你自治啊。但是过去台湾人实际上知影，伫战争以后啊，但是迄当时因为国民党入来台湾以后，甲你台精英拢来拍死，互伊拍死以后啊，哈，60年啊，互因60冬的时间哈、啊，咱台湾人吼拢唔知影这代志，啊，真正吼、啊、天佑台湾呐、啊，我走路才会知影，啊，我若无走路嘛，佫唔知影，真正天佑台湾，拄啊60年的时阵发现。整整一个世纪啦，所以这个60年哈，我感觉这个60年哈，有一个真大的意义啦。美国嘛有讲，关岛，我都因为关岛边啊吼，凊彩掠鱼都有啦，所以关岛的人呢，安那，伊都清清菜菜，伊都有当生活，所以伊都，互你美国管嘛无要紧啊，你要甲我做什么基地，我嘛无要紧啊，反正你有钱花就好啊。啊，美国这个关岛的人去美国呐，唔免签证啊，摕伊的身份证去就会当去啊。波多黎各要去美国呐，摕身份证就会当去啊。我甲美国一定，我台湾人是免啦。我唔爱摕迄个中华民国迄本护照啦，我唔是中华民国的人啦，有注意无？啊，所以我甲讲啊，啊，所以咱唔只有迄个身份证出来，啊，就身份证出来啊。美国讲，我甲讲，你叫我摕迄个身份证，无签证，你叫我摕中华民国护照，是不合道理的。你若叫我提一本啊，我要继续跟你告。我那告伊嘛惊呢，我无跟你骗呢。每一摆若告吼，因内底来开会呢。所以吼、哦，美国嘛知影讲，我们越来越厉害呢。所以呢，我你甲议长啦，甲咱的总理伫讲吼，咱的台湾的南部吼，迄大汉吼，某一间啦吼，来开战争行业。这战争行业后摆哈，就做
白用台湾的一挂少年啊起来，美国你要去战争做恁去，后摆来拜托战争行的这毕业生哦，替恁写条约，咱来控制伊好唔好？较细声嘞，好唔好？后摆吼叫恁的囝吼，年龄也差不多的吼，来去间台，这么我搁卖广播对几间台啊，然后我会改阿伯讲吼，你爱开吼，袂当干呐。叫迄间大学来收，爱开放所有的大学的人拢会当来收。啊，若收好吼，我甲美国建议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啊，这些人你爱甲请，吼、哦，迄甚至几万块，你放心。因为当然是美金嘛，啊，无变啥，台票怎要创啥？啊，拜无台票啦，正台票，他个正台币吼，我有滴甲总理滴讲吼，正台币一块吼，甲美金同款一块啦。啊！那中国人要挣台币吼、哦，四万换一块啦。哎、欸，咱个不是讲暴富啦吼，换倒转来尔，所以拄多好尔，对不对？较大声个倒好尔，对不对？对啦。吼、哦，迄四万换一块吼、哦，我爸母是错眼嘞，明明好好业去，完变到拢散去，差不多啊，我无爱骗。有真济人就是安尼啊，啊，但是拢袂晓啊，啊，但是话要独立。我倒想要要向什么人宣布独立？台湾根本都无法无法多向人宣布独立。台湾是啥？自治啦，一个人哈，自治啦，唔是独立啦。来，美国吼、哦、也遵循这个国际战争原则，所以咱来去开课的时阵吼，咱会甲人教啥？万国公法、海牙公约、日内瓦和平公约、红十字会全球章程、美国战争陆军战争手册、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那这最高法院判决几百个，刚才遐最高法院哦，迄判决吼、哦，凊彩摕十篇吼、哦，听我讲，学生听我听读一学期啦。像你遐亲民物件，这短短面啊，哎，免烦恼，我算名师啦，啊，厝内会教徒啦，所以一定要训练台湾人哦，后摆伫这個国际上哦，来执掌一切，执掌这有关战争以后的代志。啊，那安尼时阵哦，哈。老百姓嘛真好，会做一个台湾人哦，一定会真光荣。我是台湾人，讲出来大家拢惊你。全世界人讲去战争以后吼，还是去用占领，还是这样比人占领，是共占领，拢来甲你拜托。安尼无足大个吗？安尼敢有足大个？吼、哦，够大呢，对不对？对。咱是变成世界上啊，任何人都不可以或缺的一环，本土台湾。所以你要看哈、哦，这是，但是咱即摆是因为美国咱占领啊，所以咱来用美国政府处理战争以后的准则啊，其中哈、哦，一个哩哈，占领不移转主权铁则啦，你甲听咧，流亡政府不可以就地合法，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这就是干流亡政府袂当就地合法，破解啥？破解民进党的迷思啊，破解国民党的迷思啦、啊。破解这些政治人物的迷思啦，这两点你若犯你边仔的人讲这些话吼，我甲你讲，因拢无多甲你应话啦。你甲想看，谁人来上这個高级班？我若讲伫头一节课甲你讲这些吼，大家拢飞去了，对不对？但是你即马袂飞啊，你即马足清楚。你若迄本册阁看看啊，你拢会比我较厉害，因为我头脑无比你较好。迄本册若看了。您一定有很多 idea， 很多思考。那个时候、啊、就换您来做老师，我来会较多，这样好不好？你也较有勇敢的，好不好啦？好啦、好，这样好。欸，拜托你哦，不要说我常在做老师，我不爱那、第六点、啊、但是台湾民政府的国安体系啊，后摆台湾政府啊，台湾民政府后摆当然有一天会变成台湾政府啦，但是现在还没，所以你现在不能用台湾政府，我再说一次，台湾民政府有顶头上司，台湾政府就没有顶头上司，所以台湾民政府你如果去用，所有的人不敢找你的麻烦。中华民国的体系绝对不找你的麻烦，但你如果用台湾政府你会死得很难看，因为时间还没到，会记得哦，我有跟你说哦，要记住哦，你若讲即马砍棒已经用台湾政府，拜托你放落来，改做台湾民政府。你若用台湾民政府有任何代志，我甲你承担。
啊，那台湾政府，迄毋是我的哦，是台湾民政府哦，会记得哦，会记得哦，切记切记。身份证不要紧，身份证是美国国安局叫咱做的，所以身份证，台湾民政的地位就是替美国军事政府发行迄个台湾身份，迄台湾政府的身份证，咱敢替因发尔呢？审核嘛是伊啊，伊嘛是伊的啊，对啊，迄是台湾民政府啊，会记得哦，因为这是咱迄个身份证不是台湾印的呢，迄、那个。IC 版的那个 IC 哦，不是台湾创的呢，你不能叫是台湾创的呢，那是美国的国安局、国防部，那个公司也做科威特的身份证呢，那张科威特的身份证 样品有拿来给我们做参考，你会记吗？有啦，有的有人有看过吧，那是科威特，他们替科威特做，现在也替我们做，是这样的关系呢，所以会记得，看棒啦，你不要说台湾政府，你若台湾政府中华民国你叛变，你应该用台湾民政府，你做你较大声嘞，伊在干那黑啊嘞，点点，会记嘞。所以台湾民政府的国安体系哈，由中央国家情报局，咱的这个中央国家情报局，即摆局长是迄个原来迄、那个新德州迄个州长哦，黄州长，啊，过来中央警察局，这個、中央警察局。咱就知影后摆，咱是迄个黑熊啊，乌熊的即个前身呐、啊，吼、哦。但是乌熊呢，我估计是日本啊来访问咱以后吼、哦，咱会甲派去日本受训吼、哦。啊，这可能爱超后个月就会成型。过来海岸警卫队，咱后摆吼无迄个军队，但是咱有一个海岸警备队。即摆海巡署啊，我讲迄是贪污甲一塌糊涂。阿兰啊，你偷盗啊！敢那甚至咧惊迄个灶骹咧，我所知影就是吼，我家己足清楚啊，因为我伫互伊互中国甲软禁的时阵吼，我的学生吼有一个查某的学生吼，毋是学生啦，迄、那个我校的老师啦，幼稚园的老师吼，互拐来一只麦村啦。我你是安怎去台湾啊？因为我船停伫迄海岸边吼，迄、那个码头吼，啊天未光五六点啊吼，啊几下个吼，啊行路一个一个行路出去。在海岸呢，在那个码头呢，所以我落尾去做环球的总经理的时阵啊，有一摆，啊做那个开会的时阵啊，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对口的叫啥？那个、海基会啊，开会的时阵啊，我当然我袂讲是我的那个做好老师哈、啊，啊走来台湾卖春的经验，我讲哦，现在的海那个海巡署到底是从啥？根本就全面无咧阻挡啊嘛，所以唔是讲今日开放咧，以前就咧开放咧。但是后摆台湾的海岸警卫队吼，即、這个吼、哦，哪个来一摆去看咧吼，咱绝对要严厉处分，你唔是讲鞭刑啊，死刑我跟你讲。但是咱这個海岸队然后自卫队然后薪水就会很高啦，啊你薪水高，你会当甲要求真严嘛，对不对？你薪水高，你免阁收红包嘛？啊，你收红包嘛无效。后摆吼、哦、收红包，咱即摆钱才尔啊济，歹势吼。恁的迄个到上尾啊吼，要留你的囡仔吼，可能吼、哦、迄比例真高啦。你无必要留你的囡仔，你有国家有台湾国家有予你真好的教育，一直到大学，甚至去研究所啊，职务迄个职业甲伊找好好，你留遐济钱要创啥？提起来啦，做啥？社会福利嘛，对不对？所以大家过真好的日子，啊，每一年大家都能出国去佚佗。吼、哦，台湾的是讲哦，迄个时阵哦，我看全世界拢要来台湾啦。所以我讲哦，要来欧洲，给金塔门的少年啊来台湾哦，来受教育，啊，那会使会当含咱结婚哦，应该是没有问题啦。啊、哦，后摆我安尼看，喂、哎，拢种金塔门的，啊，拢讲英语，赞啊！不过我看袂到咧。我看袂到啦，真正啦，哦，袂定啊，有信心嘞吼、哦，我食饱啊，会啊，有影。来，啊，这个自卫队联合组织哈，啊，而成咱的国安的迄个团队哈，啊，目前呢，接受美国占领当局、美国军事政府的指导含这个合作。你也看啊、哦，美国已经邀请咱去啊、日本的参加这个美日军事同盟
啊，有迄个开会，啊，佮有迄个宴会哈、啊，这拢是啊一再表现。佮这个报纸吼、啊，我唔是今日才讲尔吼，迄当咱去日本的时候，我有上课我有讲吼，啊，石原拢知影，石原拢知影这代志，所以我估计这个石原的辞职吼，啊，可能主要啊美国呢，佮伊讲叫伊，这个做安尼做，因为日本的这个政治吼，即马真乱，尤其日本啊左派啊。非常的嚣张，无唔对啊！当时呢，什么日本人唔敢去靖国神社甲拜，足出冤呢。遐人拢是替日本来牺牲的呢，你唔敢去甲拜。含我台湾人嘛是替日本牺牲，啊，台湾人嘛唔敢去甲拜，好奇怪呢。所以，日本，咱印尼日本内底，我有写甲真清楚呢。咱甲遐靖国神社遐39,100名。诶，台湾英灵讲呢，我吼真歹势，我们来晚了。但是呢，讲起来吼，恁比二礼拜去往拍死的，和中国人拍死的遐台湾人，比和中国人将台湾人掠去中国内底作战死的人，比遐人啊较幸福咧。遐人敢有人纪念无啊？这无，伫迄个日本时代，你战死的。人日本人规规矩矩，甲你奉祀你的这个灵位底下，真好啊！我讲日本吼，以前的日本啊，不是即嘛，以前的日本，我真赞成，咱都爱恢复迄种的。但是即卖日本人已经失去啊！但是咱台湾创造咱台湾的精神，创造咱台湾的主体，咱一定比日本较好，对不对？因为稍等下吼，我知影有个人会爸爸派恁停车，莫停遐早啦，要4:30，我着着急。等下咱要翕相的时阵因为太侪人了吼，咱要分三个梯次。台先翕的就是中央阁员含州长、含高雄州、甲台南州的人翕相，迄第一批。第二批呢，中央的阁员含所有州长。含台中州、甲台南、甲即个叫做台中、甲即个新竹州的人合影。第三梯次就是中央的阁员、国州甲即个州长含即个叫做就是国务院啦，含迄个宜花东州、甲台北州的人合影。因为住伫台南、甲高雄的人较远，互伊先翕，啊，因咧离开，互伊先离开。啊，那等下吼，因为我还有10分钟，免急。等下呢，这个叫做翕相，伊啊，这非常的重要哈。翕相的时候，卖地帽啊啦，嘿，卖地帽啊。啊，服装仪容啊，稍整理一下。因为稍等下呢，啊，过来吼、哦。你若可比讲要做西装，你今日无啥钱，不要紧，你先去遐量。哈、哦，但是量吼、哦，拜托一定爱摕。啊，你若无摕西装，我讲迄张毕业证书该收倒转来，我讲。即我别讲啦，你个就你个啊，啊别当甲你吓啦。安尼呢，即、这个做，即摆我想讲来利用十分钟的时间吼、哦，拜托各州的州长啊，将这毕业证书即摆先发给因，好不好？各州的州长，请你来头前吼、哦，啊恁来敬，恁家己州内底吼，的物件甲发给因，好不好？各州的州长来，恁这无摕转去厝哦，会敢甲恁太太啊，甲恁先生哦，我有去受训哦，我无走去。莫非哦，我有去受训、啊，就嘿，不啦，转来敬啦，转来敬，各州家己敬，州长家己敬哈。唔啦，啊，大家吼，大家多啊坐啦吼，我搁加讲一寡代志哈，大家多啊坐。要去便所，人去便所。后礼拜你若2月10号、11号、12号。就是咱的参议员高级班，所有的参议员、州策委员、州务委员，伫迄个高级班参加。但是我要要求，你要参加以前，上你敲一个电话，因为我惊爆满，哈、哦，那爆满就麻烦。所以呢，我要要求讲，你爱先敲电话哈、哦。啊，若满的时阵哦，我们会考虑讲，搁再一期，因为。参议员较济啦，吼、哦，咱要考虑搁再一期。
啊，这个就是你的就职证书，你要就职，就爱这个证书，因为吼、哦，啊无吼、哦，后摆吼、哦，遐独派吼、哦，还是民进党遐人讲吼、哦，他们是精英啊，咱唔是精英啦，咱即摆有一张哦，我们是精英啦，你有一张哦，他们没有，我们才是精英，好唔好啊？家己拍手啦！啊，架架对。啊，用读的哦。好，来，无甲恁点名啦，好不好？叫名啦，来。傅兆佳先生，你来提过啊。张明勇先生。张明勇，傅送啊。林义志，谢谢。迄、那个刘友仁，老友人，嗯，好啦，林宝发，林德发，林德发第几个？林德发，林进发，啊，蒋伟文，林进发，林德发第十几个？林德发第十几个？林永成。好不好呢？蒋维珍，二十三期的。蒋维珍，二十三期的。詹庆元，第六期的。谢谢。这詹庆元，你那那边刘社长哎吼，去那总理办公室嘿，庄丽云，冯淑莲，冯淑莲，黄金青，二十一期的，潘良华副主席。